回时间，我这也没有定场诗，咱这就是接昨天。昨天说到啊，坏小子杨环出世，坏水杨环长得奇丑无比，11岁啊，一个点儿，一对小蘑菇眼儿，翻鼻孔，穿着开裆裤，他就看上吴三元，吴三元天下第一美男子，他就看上他了，跟他拜把兄弟。幸亏他出世，跟他拜了把兄弟，要不然你烧金光寺3年也烧不了。这孩子厉害，跟三元说了，说那个就拜了把子了，就三元哥。我这是在家里偷着出来的，我师父也不知道，那咱们赶紧回家吧。一说回家，陶艳春吓坏了，好嘛，他们爷俩那个他师父偷天换日功宝，咱家的东西那不就全让他爷们给偷光了。坏水杨环瞧出来了，这是就叫嫂子啊，嫂子您放心啊，咱家的东西我一样也不偷，我不但不偷，我还偷别人家，偷完之后都往咱们家拿。咱甭废话，咱赶紧走吧，回家。吴三元有这个金丝万年灯，这个陶艳春也有。我这兄弟，这我们俩可以这么架着灯就走了，你怎么走啊？甭管我，你们走你的，我准走到你们头了。他那金丝万年灯这说悬了一点，比飞机还快了。一想这小孩，哎呀，也是，满嘴没实话。行了，甭管他，他要真到了，那没办法，拜了把兄弟了，那就得进屋。到不了，那是他的事情，家里东西也保险一点。两人架着金丝万年灯，唰两道金光啊，这就够奔吴家寨。到了吴家寨，俩人定睛一瞧，坏水杨环吴家寨门口就睡了一觉了。就这么快，那你说，你太悬了，或我悬，你听那金老头比我还悬，他就这么说的。一睁眼，哎呦，哥哥嫂子回来了，咱进屋吧。啊，进来。吴彦恒在客厅里等着了，不知道这个小弥勒佛广真到底逮没逮着，到底奔没奔这金光寺。正在着急之时，有人回禀说少爷回来了。当然他不知道二次被这和尚又给点死，陶艳春怎么救他，他不知道。回来之后，三元呢势必得把这个经过跟他说一下，这咱就不要麻烦了啊。说来说去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回到金光寺势必还有一场厮杀。嗯，哎，突然间看见杨环了，这老头这个气呀，骂着吴三元，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这样啊，你也20岁了，你玩心不退呀，咱们这什么时候啊，啊，火烧眉毛这关键，你怎么还买个猴啊？他这一说，小孩好的，饶人吗？吴彦恒，按说他得管他叫干爹，把兄弟，他不管这个。吴彦恒，旁边三爷还哎，怎么说呀？那是我爸。废话，你爸爸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吴彦恒，
你要倒霉你信吗？老头更气，嘿，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啊？你别瞪眼，你已经倒霉了，你知道吗？老头虽然腿点断了也生气了，一架双拐车就起来，一起来赶紧坐下来，怎么呢？裤腰带没了，倒霉了。哎呦，赶紧问三哥，这谁呀？啊，爹爹，这个是我新拜的一个大兄弟。老头心里也不高兴，咱这孩子天下第一美男子，你说你拜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叫什么呀？叫杨环，有个绰号叫坏水杨环，叫坏水，这也不认识。谁的徒弟？你干哪行哪业都是谁都是、嗯、偷天换日宫保的徒弟。叶文听完唰，好了，差点没蹦起来，也二百多个徒弟了，众家多人看好东西。好家伙，了不得，吓坏了，态度马上变了。哎呀，这位小英雄，赶紧找个座让他坐下，太厉害了，爷们什么都偷，只研究吧。啊，怎么打？金光寺那老方丈120多岁了，这代人杀过来，好不容易刚夺回吴家寨，还得没啊。大家正在这个商量这工作，有人来报，启禀师傅，金山寺来了一个小和尚，前来下书。嚯，找上门来了，让他进来。这是金山寺啊老方丈的徒弟。进来之后，当然这个吴彦恒也得客气客气啊，跟这老和尚从来没打过照面，但是知道武艺高强。小师傅，叫小师傅，小师傅啊，这次来是有什么吩咐，什么事情？小和尚也很客气啊，吴老英雄，什么事情呢？我也岁数小，也不敢问。这有一封书信，师傅让我给您送过来啊。有人把信递过来，吴彦恒打开这么一瞧啊，说的是什么呀？5年前我寺有一个逆徒，就是秉真私自下山大闹扬州城，把您的腿给点断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，这胡说八道，他们安排好的，现在已经捉拿归寺，已经在寺里压着了，请吴老先生，吴老英雄过来啊，一是请您吃顿便饭，再一个商量商量是杀是剐，您看着办。这吴彦恒一瞧这个明白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这就鸿门宴有去无还呢，这想办法得推了，这打不了啊。这个小师傅，你这是也知道的，我这腿让人点断5年了，行动不便，就想给他退了。我是没有办法去，咱们还是啊改日再说。再者说来，这个他点断我腿，这都5年了，这个不怨他，过去江湖就是这样。有本事的打人，没本事挨打。当年他我是一时不慎，我被他把腿给我点断了，
当初我要把他点断了，这不一样吗？所以我不能去，行动不便。小和尚乐啊，我老英雄，我们老方丈说了，您不去可以，小少爷吴三元也可以去，他不是还很好吗？啊！吴彦恒一听明白了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叫吴三元去。正想着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他推开，不去啊！倒霉倒霉谁身上？坏水杨花，他小他好，人正说着话，他过来了。小和尚，人都叫小师傅，他这和尚最怕叫和尚。小和尚，啊，你看过了，是人吗？这个小和尚，我们去管饭吗？啊，当然管饭。有红烧肉吗？啊，阿弥陀佛，我们出家人啊，素斋为主。那不行，去得用好酒，有肉啊，鸡鸭鱼肉全得有。嗯，我问问你，你们这个和尚有澡堂的吗？和尚愣了，阿弥陀佛，有澡堂子，这是没有澡堂啊？那你们都洗澡吗？一年一年不洗澡，也洗？怎么洗啊？弄一大木盆就洗了。行，你回去啊，传达一下，你们都赶紧洗洗，白白的，干干净净。干什么？明天等着挨刀子。嚯，不客气。你们一共多少人？400。行了，明天马上就变成800。怎么中间都给劈开了？你回去跟那个老和尚说吧，肯定去啊，不但他去我也去，等死吧。小孩儿坏了，你死啊！您这时候吴彦恒没法再说了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孩子太他妈不会说话了。小师傅，金钱来，小和尚我来啊！一伸手，掏出2个元宝来，不是两个，一个。买饭不饱，买水也不解渴，您先拿着。小和尚，我出家，拿。吴三元年轻，初入江湖，明天还要倚仗小师傅多多照顾，这是拿钱给自己儿子铺路啊！和尚高兴，小和尚谁不爱要钱呢？啊，高兴，谢谢吴老英雄。来人，送出去。小伙出来没？高兴。哎呀，都说这个吴彦恒啊，宅心仁厚，真是。这要送个信儿，给100两。我跟我师傅好，10年了也没给过钱呢。啊，这是打发我来给2两散碎银吃饭，你多抠，还是这吴彦恒好。明天呢，无论如何啊，我得帮助他。这就有钱当时鬼推磨，只要有钱什么办都办得了啊！无论如何我得帮着吴三元。正想着往前走，站住！一看谁？坏事杨花，站住！啊，小兄弟，叫小兄弟。什么小兄弟？
叫小爷爷。然后我们出家，废话，你出家人也先有爷爷，后有爸爸，再有你，知道吗？叫他们小师小兄弟，拿着。你什么东西？装傻是吗？拿着。我无老有幸，病什么给你的？我啪一大嘴巴蹦下来说，啊！河里一摸脸，这功夫一看没了，神头没了。不但这一百两没了，来时候给那二两散碎银子也没了。这谁？是叫小兄弟，叫小爷爷呀？行，那二两是我师傅给我吃饭，什么吃饭？上咔吃一口，鼻子给咬下来了。你说这孩子，他又不知道，你昨天、明天你三元去怎么办呢？这个。合着捂着鼻子就找了，高兴啊，一百两要回来，他生气说这他们老王八蛋吴彦恒，你这不见得吗？那腿点断五年啊，你还给人钱啊，要回来高兴啊，没敢跟老头说。这合着你回去跟这老方丈去交代呀。老和尚说：“你回来了，怎么这样没鼻子了？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”手拿哗哗淌血，这时候他就不说是坏水羊魂咬的了，他要说我去送信啊，吴家父子怎么那么对待我，把我鼻子给咬掉？你想，你这不倒了血霉？这边咱们不说，再说吴三元。转过天来这就去了，也就是上午吧，按现在说也就八九点钟。吴彦恒也是心里七上八下，这孩子去了就是凶多吉少，怎么办？过去武术界讲究这个，你答应人的事情你必须得去，要不太栽面了啊。拄着双拐亲自出来送出门外，备了两匹快马，快水羊环一说：“三元哥，这咱们几个人去呀、啊？两个人，不，两个人，咱们怎么预备两匹马呀？是不是咱俩人可不是我一匹你一匹、啊？用不着，三元哥。”你骑你的，我不用骑，我这速度好吗？你金丝万年等你落不下我不骑马，啊，你不骑马这到金庄40多里了，你跟不上太累，没问题，走你的啊。你无论你走到哪儿，你多快，只要你喊我兄弟，哎，我马上我就答应你，随时随刻你看到我。各位，吴三元也20岁，说白了也跟小孩一样，这不较劲吗？行，啊，夸一匹白马，不龙马，拿着，这一鞭子就，一般的好马不让打，啊，好马不让打，自己就跑，他这打着，夸一鞭子就知道这个事情很紧急，夸夸夸，这么着一溜烟就飞。走着，哎，快到金光寺了，差那么几里路也就。突然间想起来，我的兄弟呢？兄弟，哎，一回头，把这个吴三元气的，他是拉不下，他在哪儿了？抓住马尾巴了。吴三元这才明白，我说这匹马。我老骑呀，我也就100多斤，哪至于这马淌着汗呢，哗哗淌汗。我说呢，合着他抓蚂蚁，你这还太坏。马也生气呀，他不会说话呀。哎，你坐我身上，你们哥俩骑我没关系，你怎么拽我尾巴呀？这个气呀，行行，也下来了，不跟他怄气。哥俩牵着马走，一边走一边商量去，兄弟。怎么你少说话啊，
今儿个这很危险，一会儿去呀，你就说你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是我的马童啊，委屈你一下。他说没办法，行，怎么都成。说着话就来到金光寺。金光寺峨眉僧人改跟别的不一样，倒是气派。远处一条金光闪闪，来到头道寺门啊，你看两排燕子别翅白开，一边一百位早等着了。吴三爷过来把马拴好啊，抱拳拱手，吴三爷前来拜山。回禀一声，带着人往里走，到了二道寺门，大门紧闭，干等干等也不开，等了有俩小时也没开。这也难怪，咱昨天咱说了，小弥勒佛广真带着200多徒弟在他们家等了4个小时都没开啊，脑子都晒脱了皮了。来的时候这吴三爷早有准备，这样说无所谓了，等着吧。过了两时辰，门分左右，一边一个小和尚搀着这个方丈出来。好，弥勒佛广真的大师哥，百化长老广亮，120多岁，还那个眉毛那个眼睛，哎呀，好家伙，那胡子不过膝，特别的往那，你往脸上看啊，就跟那小孩一样，鹤发童颜，那嘴那个红比现在女同志抹那口红还要红。你有这头发，有这个眉毛，你显着好像100多岁，你剃光了好就是12、13次。呵，把他吴三元很谨慎过来一看，120多岁，他才20，一躬到地，就想行大礼。老和尚好吗，稍微一伸手一拖这股气，你想跪都跪不下。我少用心，何必多礼，跪不下去，那你站起来吧。行，三爷，哎呀，老师不在此，哪有我先行之理？还是老师傅先行？不，来者是客，您先行。俩人就让了，啊，你谁也不先行，怎么办？这样，咱们一块儿先行。说是一块儿走，啊，这时候啊，就见这老和尚一伸手。他这一块走抓住手啊，抓吴三元有手。吴三元咱上回书说到他练的大成的混元经，单膀一较劲好嘛，这手就跟铁块一样啊。吴三元也知道，师傅也教了，这个好嘛，就是较劲的时候你让他抓住，你再厉害再铁块也不成啊，一抖手没抓着，和吓一跳，这还20岁变成这样的功夫啊。反过来吴三元抓老和尚的时候也抓不着啊，你插着这这么远的啪啪往外弹，你说这气功这了得啊，往里走啊。一切准备好了，就开始先说些乱七八糟的啊，说呀，怎么样？这个，弥勒佛广真啊，是我的一个师弟，他下山我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怎么现在已经在底下压着了，请少英雄过来，咱们谈一谈怎么办这个事情，啊，就能不知道，我胡说八道，其实早就商量好的啊，外交辞令。就说一些，要怎么说，一些外交官也好，没有一句实话，怎么讲的啊？他们这样说，
顾三元很谨慎，这个杨环别看他小，他知道今儿你说出大天来就得打，你不打是解决不了问题啊。他站出来了，老和尚，果然叫老和尚120多岁，和尚一看，弥陀佛，太不客气了，看顾三元，无少英雄，这个怪物是什么东西？少要说话，你要倒霉。贫僧不信，他是我的马童。呼，马童无声可怕。您不知道，他既是我的马童，又是我的拜把兄弟，叫杨环，有个绰号叫坏水儿。您知道他师父是谁吗？贫僧不知。偷天换日宫保，无比突破，众家徒儿看好东西。好家伙，吓坏都怕他。江湖上一提偷天换日宫保，太要命了。你谁哪门哪派有什么好东西破？别让他知道，知道就没。这不要命啊！不少英雄，大师傅，托你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看好他。我知道丢东西是肯定的，给我们留点就行。那你们放心吧。杨凡不依不饶，老实。你说了半天，昨天去个小和尚不说请我们吃饭吗？啊，现在什么钟点了，什么时候吃啊？都饿了。说到这儿没办法，行，借坡就下吧。徒儿，小徒弟，酒宴摆下，全是素的。老头倒了一斗酒，过去有人说是用这个杯啊，杯就什么是杯呀、啊？现在就一般杯呀、啊，得有把端起来那叫杯啊，没有杯的呀叫盅，叫盏，方的大一点叫斗，这一大斗酒，按现在这个说呀。没有一斤有八两，端起来，不少英雄，我替小弥勒佛广真敬你一杯，叔子敬你一杯。吴三元赶紧端起，100多岁了，端起为难了。你说这是喝不喝？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自古以来这酒不好酒，宴不好宴，啊！即便没有毒，一会儿还得打了各位，啊！我先喝几斗酒，喝的跟醉猫一样，我怎么打？本来就打不过人家，他经验少，我那个酒在为难。坏水杨环他多聪明，给他使眼色。吴三儿唰一摘，一斗酒泼地下。阿弥陀佛，吴少英雄，我敬你酒为何给我泼在地下？大师傅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净光寺。用的全是佛祖，这头一杯酒我怎么能喝呀？我得敬天地，敬神佛，所以我给你泼到地上。和尚一听这说的在理，夸
又满上。武少英雄枪端起来，这为难了，这怎么办？刚才敬天地了，我再敬天地，敬起没完没了。又看你坏水杨环啊，杨环使了个眼色，好吧，一头酒又泼地下。老和尚阿弥陀佛，无少英雄头一杯酒你敬天地，这一斗酒怎么又给我倒？大师，我随师傅学艺多年，我师傅陶谦所有的能为所有的本事都交给我了啊，这斗酒我怎么能喝呀？我敬恩师，所以我倒。和尚说出来吧，对呀，敬师傅。但是他明白了，这杨环这孩子太坏，都是他的主意。要指着吴三连，他想不到这么多。倒上，又倒上了。这回为难了，你说该敬的都敬了，这怎么办？杨环用那小酒啪一踢吴三元，吴三元唰一头酒又倒。呵，阿弥陀佛，你怎么倒去没完没了了啊？这头酒又是为什么？吴三元眼珠滴泪，大师傅啊，今儿你要不说的这我可不说，你是逼我呀。这五年来，小弥勒佛广真把我的父亲左腿点断，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什么生活啊？我怎么有心情喝酒？我付出未报，我怎么能喝酒？说得很在理。我喝完酒一会儿咱们怎么打？打不打了？两派也好啊，是咱们私人恩怨也好啊，没有说先喝仨小时，喝差不多来咱打吧，没有这样的说法。老和尚也没话说，知道这孩子杨环这还大坏，这就没有意思了。你再喝，他你给他一百杯，他全给你泼地下，他有的是词儿。你这老泼没什么意思，来呀，把这个广真给我带上来。一会儿功夫，小弥勒和广真绑着带过来。吴少英雄，这会儿你的仇人就在你眼前，是杀是剐你随便。来，你可为这在极光寺，你敢杀人家吗？啊，再说杀得了吗？吴三元赶紧过来松绑，啊，搀起来。大师傅，啊，嗨，说是这样说，但是这已经都是过去了。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看呢，今儿个也就可以了。您的诚心已到，我们也就明白了。咱们两派之间呢，以后也就少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就算完了。他是这样想，这能完？你别瞧老和尚120多岁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他目的也是郭亮柱奉你两大魔头之命，这好。眼睛一转，广真，大师哥，这是他大师哥。大师哥，吴少英雄宽宏大量，这就算完了吗？你也不表示表示？这个酒可以不喝，
你还不敬吴少英雄几口菜吗？说是敬菜，各位怎么敬啊？说话之间，弥勒佛往这儿僧袍一脱，啊，露出三把刀子来。刀子是一边是背一边是刃，也就这么长，两半不到一尺，八九寸，啊，拿这个刀子扎了一块肉，红烧肉。说这你怎么红烧肉？豆腐做的，素的，素的什么都能做，做鸡也鱼也肉，都全都用豆腐做，豆制品。扎这一块，各位，这是净净菜吗？这叫刀头肉。你张着嘴，你张着嘴，他往你嘴里送。一插进，你得夸哧，你得把刀尖咬住了。他真往里捅，你以为你就这么好吃呢？你没有功夫，一下子捅死了。咬住之后还不算，得把这刀尖给它咬断了，把肉吃掉，刀尖咬断了，啪一甩，扎到房梁上边去。这陶谦都教给他，教过。但是干什么都是你这，你光有理论没实践的，他一次都没吃过。心里也害怕，难以人说出来了。弥勒佛往这儿拿着刀，捡起一块肉，能不脏就没办法，张嘴吧。全神贯注，啪咔咬住了，还好咬住了，咬住是咬住了，各位。一使劲，刀尖没折，肉吃刀尖没折，吴三爷汗都下来了。你这怎么办呢？你不吃，人家得抽刀再往里挡，怎么办？旁边杨环看出来了，转到他背后，告诉他。心大压错，一错这个就折了。我三爷呼呼的想起来，看他这么一侧奔折了，啪，摔了房梁，稍微就是，哎呀，吓一身冷汗。再说你敬肉没有敬一块的，各位，敬菜必须三口，这肉是吃。往这儿夸倒起一丸子来，刀尖插一丸子来，这吴三元太难了。你说你这怎么办？刚才都没咬断啊，我那是错的。小弥勒佛往这儿他也不傻，头一次他知道我错了，第二次我再错他跟着走。这刀你怎么办？咬不断。杨花聪明，说话他怎么说？说这大和尚，老实了，你们这太不像话了，你们还拿我存在不存在啊？一进来你们瞧不上我对吗？这吴三元是又是喝酒又是吃肉，我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，我得吃。各位，这是吃了，这是拿命交朋友。吴三元好像感动眼泪都下来了，我害怕人孩子11岁他就不怕。然后你什么？不要，我是一扒了，把吴三元扒在旁边。他过来，他个矮呀，蹦凳子上面，跟这个广州啊，
气坏了。阿弥陀佛，行行行，他吃，叫他吃，什么意思？他死了就好办了，这还太坏了。行，叫他吃。杨官说：“我吃，可是吃。”广真，你听明白了？我喊一二三，啊，我喊一，你准备；二，我张嘴；三，你都往我嘴里送。你早一点那也是你的不对，晚一点我也不吃，知道吗？想主意。他这说了一二三，这两只手抓着一大汤盆，那意思你只要你犯规，我这一汤盆肉下去就蹭你秃瓢。他太坏了，什么事干不来。广真也害怕，这还太坏了，那这哆嗦，还不能太抖，就掉地下，哎，你掉了跟我没关系，我不吃。张文，一，开始准备。二，说多二啊，他的小嘴，他多聪明，往刀尖那凑，那舌头已经舔完了。三，夸夸就进去了。他一说三，一个合着往下一杵，一躲，啪就拍在肩膀上了。坏水也还是绿了，啪这一大巴掌。他说他碰着他肩膀了，这一下打的合着，好家伙，换二人打死。吴三娘一看这没办法，这就得打了啊。三娘哥，咱也甭废话了。说出大天了也得打啊！干脆这样，这还刚进了两口，还有一口了。老和尚，这样吧，我问问你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回答上来，我们接着吃；回答不上来，咱们就该怎么着怎么着，咱就得打了啊！阿弥陀佛，你问吧。我听说这个和尚都是尼姑养的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，给我喝的气的，最怕是这句话。他怎么说？这事是不是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他要疯了。旁边四百多和尚喊的，想咬死的心都有，可是病人。阿弥陀佛，那就得打了啊！各位放心，吴三元也死不了，这个杨环也死不了，啊，你们房上看，东南，帕尔三，女同志谁？铁屁股蛋的刘金定，这边是大脚桃门，那边是陶艳春，往那边看，吴彦恒大师哥，白眉大侠。来印章，这都不可怕。往北边房子上再一瞧，谁？偷天换日宫保，这全到了。宫保在房上高兴，哎呀，小老头好像个儿不高，挺瘦。哎呀，我这徒弟太有本事了，这我小徒弟怎么吓成这样？这我老人家这一出事。第二天他们全变澡堂子，裤衩全没，高兴啊！你想打？你要说打这老和尚120多岁，他不能头一个打。回头一瞧，四教主广兴使了一个冰铁大棍。什么叫棍啊？有人说八尺为棍，这不对。他这个棍呐，你是根据你本人这个身量来定，齐眉为棍。你说我，哎，我这么高，那我也到就齐眉毛，棍子到我这么高。谢金好嘛，1米9、2米了，他还得到他眉毛那叫棍。我这么矮，我拿谢金那大棍，我耍得起来吗？齐眉为棍。
出来，气坏，黄青，杨花坏，你头一个送死啊？阿弥陀佛，我知道你没头发啊！不要废话，啊，报个名吧。什么死了也不知道叫什么名？阿弥陀佛，广兴。哦，广兴。对了，69。结婚了吗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。甭甭甭甭废话。我问问你吧，你想几下死？阿弥陀佛，气坏了，这几下死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说十下死，我9下我都让你死不了，啊？那你要说，你不说，你不报数，你一下就死？广祥的信吗？阿弥陀佛，清灵，好嘛！我说，你儿多坏，你不说是吗？那完了，你一下真死，那我可得说明白了啊！正说话呢，啪！这腰里围着双龙图的杆杖，昨天咱说了啊，韩国进口的，什么叫韩国进口的？这过去的韩国。10000年长那么一个白蜡杆子，做成了兵刃，啊，双龙头，两边全是龙头，都是纯钢的，嘴里的龙嘴里的两颗金刚钻的牙，一边俩，这边俩扣杖，哎，4颗双龙头的杆杖，砰拿出来，啊，保兵刃，你要软有多远能拨过来，要硬有多硬。刀砍斧剁，这都不怕。拿到手里了，啊！你不报数吗？啊！行，一下准死。那我得问问你，我们今儿就哥俩来的，咱们还是单打独斗，你们还是群殴？阿弥陀佛，群殴这个词我不懂。甭废话，就是你们还是一起上啊，还是咱单打独斗？阿弥陀佛。我们怎么能一起上啊？大师尊120多岁在这儿呢，当然是单打独斗。哦，单打独斗，哎，你说单打独斗是单打独斗，那你后边那个帮忙是怎么回事？阿弥陀佛，一回头，万朵桃花开。哎呀，把这个老和尚气得直跺脚啊！哎呀。你回头干什么？他死得太冤了。他这还迈开着。你看，张辉，看明白了吧？我让他报数，他不报数，一下死了吧？哎呀，气得要命！再一回头看着谁？啊，广聚。广聚是老三，使把大刀，报上。起风了，你打人命了，不说话，完了，打就打，打什么打？打人了，报数，一下子，不，反正你甭管你怎么说，我就不回头，你一回头就怕死。要命啊！他个矮，各位，这个老和尚他这么高，他这么矮，他拿着双龙头的杆杖，这上面一截，底下一截啊！这和尚倒霉，我拉倒，甭管怎么着，我不回头。他一不回头就没事，但是他的双龙头杆杖，他再底下他个又矮，整个都这个和尚。俩就中间这块儿，你不报数是吧？和尚倒霉，你往下瞧瞧啊！抬头，啪！要，这还用我说吗？他不打老和尚，打小和尚，一声没吭，咵，这就倒了。白话当着我们，哎呀，阿弥，
给他们俩吞食太乱了，气坏了。阿弥陀佛，众家师弟多人上山，我要占领这个小坏人。太坏你都受不了，上大我家伙气得说眉毛胡子都飞起来了。这杨怀一想，话说回来，120多岁啊，武术多高咱不说，那社会经验太多了，比他们强多了。一想打不了，那个老师傅，你给我打吗？少要废话。这样，我刚才连着打两场了，我今年我才11岁，你120多岁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脸吗？阿弥陀佛，这小话这老横也是挂不住面儿了。我120多岁，人才11岁，我这好，阿弥陀佛，没事了。这样吧，哎呀，咱们虽然是啊，这没有办法，两派之争，打归打。咱也得歇会儿，先聊天。你说这么倒霉，先聊天，你跟他聊天多坏。先聊天，啊，阿弥陀佛，我跟你有什么可聊？那你就歇会儿吧，我等你。行，歇着歇着，咱说着杨文穿着开裆裤，一伸手，他这里什么都有，各位，你想想。好，什么宝贝他都偷，一伸手抓住一小东西搁在手里攥着。那个老师吧，叫老师不叫老何，老师您别这么严肃，搂着点来，咱一会儿再歇会儿再打你，这太紧张。阿弥陀佛，我就这样，没办法，这太坏得注意。哎呀，你看你这样，咱怎么？我说一二三，咱再开打。现在咱这和平，知道吗？咱先不打啊，咱先聊天，聊天谁也不动手啊，聊家常。哦，一想这还跟他聊家常，倒霉吗？阿弥陀佛，心话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多要留神。老师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这个麻雀。你知道吗？有家巧。阿弥陀佛，我120岁了，我能不知道麻雀家巧吗？哦，那就好。哎，这个您知道家巧它有几个脑袋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当然是一个脑袋。老师傅，我这有一麻雀，俩脑袋。你合着一倒霉，你管他几个脑袋，你注意一下，你听他的干什么呀？要说这个人也是上岁数老小孩，120多岁了，突然间他这个警惕性就没有了。哎呦，俩脑袋，我120岁了，我没见过呀。嚯，杨文看有门，逃出来了。不瞒您说，您看见没有？一麻雀俩脑袋，就我手里头攥着呢。噗，确实是麻雀，铁的，啊，里头全是啊这个引火之物，炸药啊，硫磺啊，效果全是。他这个手一攥着，有128个崩簧，只要一撒手，噗，3张。大高的火苗子，好家伙，倒霉，露出一个小脑袋来。老师，你看这老何倒霉呀！你看他干嘛？他矮，老何又个高，他这一头一撒手，好家伙，整个的眉毛啊，头发全着了。你想，各位有知道，这个眉毛、头发这一沾火，着的特别坏呀、啊，这怎么打？眼睛都睁不开了啊！话说回来，杨怀兜里有20多个家巧，这手铁皮又大的鎏金锭啊，宫保全下来，开始打，他们开始放火，这
一个那一个，金光四射，就一片大火。说到这儿，对不住各位，师爷就这么传的，这就叫火烧金光寺。